三亿。好，那就是38位嘛，然后，那我们小朋友在旁边，好，少一个吗？哪里？39，好，39排队。那黄文哥哥你要在外面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没关系。好。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小礼物了。好，妈咪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气球呢，麻烦你这边有个橡皮筋绑在你的左脚，好、哦，左脚，然后右脚去踩人家。如果你习惯用左脚踩的话，就请你绑在你的右脚，这样 OK 了哈。啊，帮我们妈咪这个气球绑在，绑在。那鞋带没有绑紧的，趁此的时候赶快绑紧一下哈。一人一个气球，一人一个气球。啊，妈咪，不用不用，他们会来找你。他们会过来，他们会过来。我们在场妈咪，你是最大。啊，老师这边还没拿到，老师这边还没拿到。啊，那边还有一袋。啊，老师，那么我们大班老师可以再帮我拿一袋气球进来吗？那我们已经绑好气球的妈咪，麻烦你把气球绑在你的脚后跟，千万不要放在前面哦。绑在你的脚后跟，来，没有橡皮筋，对不对？来这边，脚后跟的哈，啊，脚后跟，脚后跟，脚后跟，啊，老师那边气球跟我们来过一下下，这边妈咪还没有拿到气球，啊，妈咪脚后跟，妈咪脚后跟，脚后跟，哦，这样可以踩到你的臭脚丫哦，是的。